morning. Good morning. 我爱人就在边边，我老公是我的助手。哎，你不要讲太多。要我磨一下，我磨一下。很不专业啊。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我们结婚到目前为止有28年，老公要7了。儿子已经21岁了。 Why do you decide to work together? 夫妻搭档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只要一个眼神、一个动作，我们就可以交集。Absolutely.